你怎么回事啊？明明力气这么大吗？我要用力了啊！来，开始了吗？开始，开始啊！开始了，这么快吗？哇，你这么厉害！两只手了吗？你放这儿！你这声音怎么回事、啊？三二一，你怎么回事、啊？这是为什么要让九州跟我比这个？我怕投降认输。游戏开始。荷兰的国花是什么？文涛请作答。郁金香。回答正确。没使劲啊。墨西哥的国花是什么？唐九州请作答。墨西哥的国花。回答错误。正确答案是仙人掌。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这句诗的作者是谁？还死了。回答错误。正确答案是雪莱。开始。哇啊，哇，九州可以哎。有在硬撑了，可以。哎，这样我想问一下，两位觉得谁会赢这一场比赛？他会赢吗？他会赢，因为他力气更大，是吗？不好意思，他翻不了。好，没关系哈。来，我喊三二一，之后我们开启到这个掰手腕啊。来，三，我已经使劲。二，一，哇！真实的掰一场手腕吗？好。感受一下你的力量。三、二、一，哇！比赛你叫哇一周，一周以这个优势哈压倒了九州再崛起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九州想反败为胜，对不对？我真摆不动。啊，可以看一下哦。我僵持不下了，难解难分了。可以了，我们这个算一个平手，好不好？来吧。刚才觉得他力气怎么样？他有在控制自己的力气，就是避免让自己使出更大的力气，对吧？是。